beautiful China. Welcome to beautiful China. Canada 福建社团联合总会举办新春团拜座谈会，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房利等人共赴会所向福建乡亲拜年，共贺新禧。房利指出，佢乐于喺中国新年见到好多家国正要学中文，以中文向华社拜年，甚至连一般民众亦都学习中文。因此，未来将会继续扩大中国喺家国嘅中文教育，包括孔子学院嘅教育课堂等。佢认为学习中文系世界潮流，对中加两国文化交流同促进两国关系更有益。加拿大福建社团联合总会于九号上午举办新春团拜座谈会，房理副总领事吴冬梅、侨务领事钟洪罗等人亦都共赴会所，向福建乡亲拜年，恭贺新春。在新春团拜座谈会举办之前，先举办新春庆祝活动，以舞龙、腰鼓队和锣鼓揭开序幕。随后房利亦都加入舞龙队入面，举起引领龙舞的龙珠。而有意参选万锦市第六选区市议员的苗彦坚就执起龙头，随着房利举起的龙珠上下左右舞动而摆动。加拿大福建社团联合总会主席欧阳元森、多伦多华人社团联合总会主席魏成依以及福建乡亲等数十人共贺马年新春。我是福建社团联合总会的欧阳元森先生，今天呢在这里跟电视机观众们拜个年，祝马年吉祥，阖家幸福，身体健康，谢谢。这样呢，今年呢我们非常感谢这个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多伦多总领馆黄总带领一批团队，给我们福建社团联合总会的福建的父老乡亲们来这里新春团拜，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福建乡亲呢在海外这个是非常多，在多伦多就有十来万人口，在这里呢我们希望团结，我们有买一个会所在104有马尼克，希望呢乡亲们有来这里需要我们帮助的或者其他地方呢都可以欢迎到了这里来，谢谢大家。这两天呢我和我的同事们一直在马不停蹄的参加着马年的春节的活动，我不知道我看了多少场文艺演出，也忘记了我参加了多少场我们华侨华人举办的这个春节庆祝的活动。那么这些春节庆祝活动啊已经现逐渐的在国际化，那么大家可以通过电视台啊报纸啊可以看到全世界都在庆祝我们中国的春节。纽约啊，甚至联合国的秘书长啊，有一些国家的总统啊都向华人致春节的贺词。这些说明了什么呢？我自己的理解是说明了我们的中国的文化还是能够被外国人能够接受的，能够被其他民族国家接受的。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啊能够源远流长5000多年的这么一个光荣的历史了的原因啊。那么在加拿大呢，我看到处也是各地都在庆祝我们中国春节，包括昨天晚上这个哈伯总理啊，杰森凯尼这个部长啊，以及我们安大略省的一些委任省长啊，这个陈国志厅长等等等等，都在参加活动。这就说明我们华侨华人在当地和当地社会的融洽是非常好的，这是非常好的现象。我希望我们华人能发扬光大，那么举办更加有特色有这个亮点的这样庆祝中国春节的这种活动，通过这些活动能加深了加拿大人民对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和历史的了解，促进两国人民的友谊。那么作为总领事，我想我愿意在新的一年里和我们广大的华侨华人一起共同为推广我们中华文化做出我们的贡献。在这里再次祝大家马年吉祥、顺利、健康、平安。福建新移民呢在加拿大呢，我看在呈逐渐扩大的趋势。那么我特别佩服福建人这种敢拼敢赢啊，
这个敢冒险的这种精神，也特别佩服他们这个艰苦创业的这种精神。那么无论是我走进哪个国家，比如我当年在这个美国的时候，在南非的时候啊，南非那么危险，还有很多很多的福建人在那里创业。那么在加拿大这样一个多元化文化社会里呢，我们也发现很多的福建人在这里艰苦创业。现在我们总领馆买的菜，很多的菜都是我们出自我们福建人经营的这种这个超市。我看到他们这种精神，福建人在我们加拿大是一个非常大的群体，就是在加拿大的新移民里边呢是一个非常大的群体。在这个群体当中，我觉得福建人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你看看这些这个福建社团，包括我今天参加这个福建社团联合总会这个活动吧，看到了大家团结一致啊。我希望呢，在新的一年里，我们福建人呢要更加发扬你们过去的优良传统。首先要科学创业，智慧创业啊，要根据加拿大的这个市场情况以及国际的经济走向来经营自己，而不要盲目的随从。你比如说刚才我提到了这个开超市，如果大家都去开超市，那肯定是互相打架，是不行的。我们要学学犹太人啊，学习犹太人他们那种精明的经营的方式以及团结奋斗的那种精神。再一点，我就说我们福建人多，但是多容易产生一些问题，但是我们福建人要记住，你来自中国，你来自福建，你所周围面临的都是福建的老乡，大家要互相理解，互相的这个布台而不是拆台，互相的团结，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展现出我们福建人在海外的光辉形象，这个英明的这种形象。感谢收看今天的大都故事，我们下期再见。